都去怪了老舅舅啊。这老舅舅啊。接着走，接着走，接着走。这老舅舅啊，怪你。我舅舅去做手术刚回来，今天过来看看我舅舅啊。进来。来。舅舅。我给人家小孩子带条了，我们给人家肯定还得输液的，输了两台液子，倒头头。这么热了？没去。啊？这么热了？这么热了？行了吧？你听见这个孩子回走了，有烟雾大了。哎，上我就在楼上，不是在楼下在进门。在这儿折发嘞？啊，这九月嘛，就那个就在这儿长多了嘛。一半九月那边给他打个电话，他去买鸭了，人家都买办了。你去买上咱或者下。在这儿什么模型？灯，以前这个灯啊，好看啊。脏了。脏了。放在这儿吧，还是鼓动了吧。知道这是谁舅不是？不知道。老舅舅，是不是？嗯。来了。行啊。咱孩子来了。嗯。你叫了桌子吧，晾在外边。弄十来个就行吧，十来个娃就行吧。咱就在这儿吧，这也难活。搁到咱屋，搁到咱二姑这个，咱三姑这边。三姑，我给你这个，大王这个。那反正都是两个。大王上不个。小梅，哎。俺们讲啊，快考那个名吧。你喝吧，你喝吧。孩子发了气，你就信了这个规矩你。你这后边就都是两顿饭，到前边了就是一顿饭。前边也是两顿饭。豆腐。鸡蛋，你挂着鸡蛋呀。给我家你唱二哥带来就行，唱了非得就讲你不行。唱了老舅包啊。你这个孩子，你老舅才知道这个。那叫奶奶包包，啊。不叫。叫奶奶包包。他到了。你瞧这。吃饭了，梦想吃了不是？吃了梦想。嗯。不吃了。吃着吧。吃个油。来来吧。嗯。来吧。吴老板，这就吴老板。来吧。妈，再来吧。啊，你再来啊。然后这个饼儿。